随便走，随便 OK 也是看得很爽。你才露得很爽嘞！然后确认带着二分之一强的型男们来明星街拍摄野餐喽！华安庆招牌剪衣服单元，真的没看过有这么爱露的来宾，才玩几分钟就想被剪。哇哇哇！哇，您真的哇，您真的好会剪哦！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。等等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你自己要不要补两刀？可以补两刀，要不要？神经病啊！再剪一刀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对，因为你拿剪刀嘛，也是拿剪刀，拿剪刀嘛。他太开心了。好了，来，你先抽个新牌子，再抽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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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客气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你要让他说为什么？哇，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？小梁哥。再剪，还有没有别的剪刀？别的剪刀。再抽一个OK， 佩罗，你的戏份够多了，爸爸面让给别人好吗？在二分之一层里面，最帅的人是贾斯汀。你有没有审美观啊？你没有一定要说我没关系，可是你怎么会选到一个耍废天王呢？而且什么东西？他就是我的菜呀，怎么了吗？他是你的菜，对。可是重点，他的问题是六个人有贾斯汀吗？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吉米猜有没有肉体的出轨过？肉体的出轨过，你不要假装听不懂。我没有肉体出轨过，没有啊，有可能说谎哦。3年内有没有出轨？三年内我没有出轨的经验，我没有出轨的经验。要进广告了吗？要进广告。如果我人类的话都可以吧？没有，他这边会亮灯啊。他去看你心跳哦。他叮才不是。这应该是今天节目的最高潮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够了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为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。相遇让我也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决定。